起来应该有八，应该八位数。还不错，蛮感谢他的带财的宝贝，妈妈会帮他把这些钱存起来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我赚的钱，我干嘛给他？然后我这次又迷了新的这个泪之女王，然后他们又有新的对戒，然后我就那天跟小雪经过那个店家，我们就进去试戴。我本来真的要买的，结果没有尺寸，可能最近太红了。谈话小时的千方百计都要掉出来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 get 到啦。我已经试戴了，上次记者会的时候我就有分享，我说我突然想要生三个这样，然后就这个言论就把小徐给吓到这样。那不知道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我前一阵子有一天就突然梦到我怀孕了，然后但我觉得我应该是看到 Sandy 的新闻。重点是我梦到医生跟我说是双胞胎，超荒谬，因为我们家跟小徐家都没有双胞胎的基因是不可能的。然后但是我就是梦到这个，然后我在梦里面就想说哇，那我三个的梦就成真了，这样就好开心。而且重点是我怀孕的时候，医生就说：“哦，你已经三个月了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怎么可能这样？”当然是不可能，因为我在梦的时候我正在生理期，就是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。加起来应该有八，应该八位数。还不错，蛮感谢他的带财的宝贝，妈妈会帮他把这些钱存起来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我赚的钱，我干嘛给他？另外一个姐妹很羡慕。谁？他跟的他自己自带财，他干嘛羡慕？我是有不断推荐我身边的人，不是只有推荐 Hebe， 我身边只要各种就是在还没有更年期前的那种女性。适合生育年龄的女性，我就见到一个，我就推荐一个，就说小孩真的太棒，你一定要生小孩。我觉得那个生育率就靠我来提升了。哇，双胞胎真的是很难，因为有基因呐、啊，而且我肚子也没办法。可是因为我比较想要，对我就是想要自然啊，所以。我还是倾向就是像我当初怀腰果一样，就是以很自然的方式，如果我有这个缘分，我身体可以承受，我就很自然的可以拥有，不然我也怕这个过程会身心会蛮折磨的。那有想说自然到什么时候？到停经吧，到停经吧，到停经吧。